再练练吧。周静芒，你可一定不能拖大家的后腿，加油！没电了，有人吗？外面有人吗？啊，有人吗？帮个忙。周静芒？是张扬吗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你电话关机。秦真说你也没回宿舍。这么晚了，舞蹈教室都熄灯了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呀？开门，快点儿！我打不开门，我刚刚睡着了，管理员可能以为这儿没人，就把门给反锁了。现在宿舍也快要关门了，怎么办呀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申请教室的时候申请了备用钥匙，还给你们每个人都申请了晚归次数，就是怕练晚了回不去。笨蛋，让你一个人晚上不吃饭跑这儿来瞎胡闹，吓死了吧？你有钥匙为什么不早说？还吓唬我？哎，哎，我好心来找你，你怎么还倒打一耙呀？我没有瞎胡闹，我是去练舞的。我今天听到你跟同学们说要帮我想办法解决问题的事儿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一个笨蛋，只会给你添麻烦，只会捣乱？我，你别哭了，跟我走。我要回宿舍。我忘了跟你说，你的晚归表上得有我的签字，要不然不算数。走。三不上篮会吗？你就这么讨厌我，非要一次一次看我出丑吗？我。很简单的，你也试试。